年幼女童，她攥紧的双手藏了什么秘密？手背、手心，然后这个腿上，也是拿烟头烫的那大坑啊，都已经结痂了。到底是谁在伤害她？多部门联手出击，查找真相。应该是，涉嫌构成虐待罪，所以我们是建议公安机关进行这个受案的。可当真相被揭开，却显得那样触目惊心。当作恶者伏法，追责的脚步却不能停下。把它用起来啊，就是让这项制度发挥它的这种生命力。敬请收看传奇故事，在楼道间被发现的女童。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主播金飞。牛奶加花生，大力扛小饿，一路牛奶花生邀您收看传奇故事。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件事发生在北京的房山区。这位呢是当地拱辰街道的社区党支部书记于海玲。2021年5月的一天，于海玲呢都下班了，却突然接到电话，说有居民在这个楼梯间里发现了个小女孩，情况似乎相当特殊，得请于海玲赶紧去一趟。楼梯间里小女孩，这什么意思？小女孩怎么会在楼梯间？带着疑问，于海玲立马就赶过去了。可这一去啊，却揭开了一桩让所有人都感到极度愤怒和心疼的案件。具体情况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于海玲当时来到的是小区的6号楼，果不其然，正如居民所说，一个看上去大约7、8岁的小女孩正趴在消防楼道里头写着作业呢。我说：“宝贝儿，怎么在楼道上写作业？”她也不说。然后呢，我们就直接给我说：“走吧，咱们上楼下，咱们楼下去坐一会儿吧。”然后蛋儿的就下来了。好在相处了一会儿之后，小女孩终于愿意开口了。她告诉于海玲，她叫芳芳，正读小学2年级呢。可是对于自己为什么要在楼梯间里头写作业，芳芳却怎么都不肯说，这是为什么呢？也正是这个时候，于海玲再次发现了芳芳身上的异常。什么异常呢？当时于海玲拍下了芳芳的照片，我们不妨一块来看看。这就是芳芳，除了参差不齐的头发，大家注意这儿哈，芳芳的脑门似乎整个都肿了，这个头那儿有一个大包，而且这手呢就这么使劲攥着。芳芳这是磕着了，又或者说是她身上还存在其他情况？带了几分怀疑，于海玲轻轻地掀开了芳芳的衣袖，这一掀，于海玲的这个眼睛几乎都不敢相信是自个儿的了。手背、手心，然后这个腿上，也是拿烟头烫的那大坑啊，都已经结痂了，还有身上，就是都伤痕累累的。这太让人震惊了，这可都是烫伤啊，并且不是普通的烫伤，看形状，一个个规律的圆形，难不成这是被烟头烫的？可是又有谁会如此残忍，这么伤害一个才7岁的孩子？于海玲呢立刻追问，可是芳芳接下来是这么回答的：我们发现那些表皮的伤，他就说都是在学校，就是跟同学呀，或者说自己啊磕的什么的，都是说自己弄的，全都说是自己弄的。让人触目惊心的伤情，再加上芳芳的这番话，于海玲甚至感觉到了一种莫名的恐惧。芳芳到底经历了什么呀？再联系到孩子在楼梯间里写作业的情况，芳芳平日里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模样？可是于海玲却没有办法再继续问下去了，因为就在这个时候，正是从芳芳刚才待着的那个单元楼里头突然传来了一阵呼喊，那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呼喊的正是芳芳的名字。一听到这声呼喊，芳芳整个人几乎都跳起来了，她头也不回，迅速的就跑进了单元楼。望着芳芳的背影，于海玲说不出心里头是什么滋味，她既害怕又震惊，又担心又难过。芳芳这事儿必须得管，社区所有的孩子就像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我们一旦感觉这孩子说这个有危险或者是这个不安全的时候，那肯定是我要挺身而出，要帮助孩子。怎么管呢？
事实上，我们国家未成年人保护法已经有相关的规定了，发现未成年人有疑似受到侵害的情况，那么是必须要上报给相关部门的，这叫做强制报告制度。而身为社区主任，于海玲十分清楚这一点，于是他行动了。这位呢是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李春林，他看了芳芳的照片之后，立刻意识到芳芳极有可能是遭遇了虐待。我们看这个照片，他的双手还有小腿部都有这个烟头烫伤的这个伤疤，当时我们感觉这个案件是比较严重的，应该是涉嫌构成虐待罪，所以我们是建议公安机关进行这个受案的。那么会是谁虐待了芳芳呢？好在经过多部门的联动和协调，很快呢，警方就主动去小区把芳芳接到了当地派出所。可是芳芳所说的内容却让在场的每个人都感到揪心的疼痛。芳芳说身上确实全都是被烟头烫出来的伤。最痛的是我这个29个，这一个个数字所代表的不只是数量，而是芳芳所承受的痛苦，这简直是难以想象。但每次被烫的时候，芳芳该有多疼啊，得有多害怕。可是更让人心碎的是芳芳这个时候的语气，大家有没有发现，芳芳数伤口的时候没有流泪，甚至没有悲伤，只是平静地诉说着。他去叙述一些事情的时候，他的语气很平和，就好像在说一个跟他没有相关的故事。这种平静的背后，不难想象芳芳是经历了多少次的痛苦才磨练出这种坚强，又或者说他是不是已经习惯了身上的伤痕，而这种习惯的背后又是不是意味着他遭受了太久的伤害，这简直让人不敢深想。当务之急当然是要进一步问清楚到底是谁伤害的芳芳。好在或许已经对警察建立了信任，这次芳芳没有再隐瞒，而是说出了真相。可是这个真相却令人不愿意相信。那你那个手上那个伤是怎么弄的呀？烫的。谁烫的？我妈妈。为什么烫你啊？有时候没看好弟弟。烫你的时候你爸爸在场吗？我爸爸在场。都说虎毒尚且不食子，芳芳的爸爸妈妈为什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呢？而为了彻底搞清楚芳芳的伤情，接下来呢，警方也把芳芳送到医院做了进一步检查，结果显示芳芳全身上下多处软组织损伤，双手和腿上更是有数十处明显的烫伤，而且芳芳的身体也比同龄人瘦弱，存在着营养不良和贫血的情况。面对这样的报告，我们简直不敢想象芳芳到底是生活在一个怎样的家庭里。看来是时候对芳芳的父母进行一番深入的调查了。警方以涉嫌虐待罪依法传唤了芳芳的父母。这是芳芳的妈妈，叫王娟。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王娟竟然还情绪激动，甚至说自个儿非常委屈。为什么委屈呢？据她说，芳芳的伤啊，其实不是她干的。那是怎么来的呢？是那个伤怎么来的？手上烫的是他自己烫的。他为什么自己烫自己啊？因为他犯错误了，他自己为了惩罚他自己，他想让我别生气了，让我们别生气了。他是那个不承认这个孩子的伤是他造成的，说是孩子自己造成的。真的会有这种事儿吗？可是结合芳芳的伤口就能知道，王娟这明显是在撒谎。烫伤肯定是这个大人来烫的，或者别人来烫的，因为这个他是在小腿的那个正中间的那个后面啊，自己也很难就是说能那样烫出的一个伤口。
眼看无法狡辩了，王娟终于承认是他烫伤了芳芳。可是说起原因呢，王娟的话却再一次让人震惊。我没有虐待。你打过他几次？那一次很严重的错，我就会打一次。他辩解就是孩子就不听话，反正就是说都是说孩子的这种错误。很显然，王娟把所有的错都归结到了芳芳头上。可是芳芳才七岁，退一万步说，就算芳芳犯了些错误，对于孩子来讲这也是难免的，怎么能因此就残忍地伤害孩子呢？这根本就不成立啊！当然了，极大的可能这仍然是王娟为了掩饰自个儿的罪行继续在撒谎。看来王娟这儿是问不出实情了。那么芳芳的父亲呢？他又会怎么说呢？哎，这就是芳芳的父亲，他叫张军。啊，他的这个口气里啊，竟然充满着没什么大不了的意思。我也打过，我是三，有时候打耳光呀、啊，都是你跟王军俩人打的是吗？王军就我俩人，没别人。我打他少辈了，我就是很正常那种教育教育或者扇一巴掌这种。你烫过吗？烫过，但是被灭烟的时候不严重。看来不管是王军还是张军，这是要一错到底了。而芳芳真正遭受虐待的原因嘛，也很有可能不那么简单。警察决定呢深入调查，而这么一查呀，果不其然，在这个家庭的背后竟然还埋藏着更深的隐情。警方对芳芳的家庭进行了深入的调查，这时候呢才发现芳芳的家庭啊有些不一样，这是一个重组家庭。2020年初的时候呢，这个孩子的生父和生母因为感情不和，双方协议离婚，啊，然后这个由这个抚养权呢是双方协议，啊，由这个孩子的生父对孩子进行抚养。也就是说，张军是芳芳的亲生父亲，但是王娟是一名继母。难道说只是因为是继母，王娟就如此丧心病狂要虐待芳芳吗？他就一点正常人的恻隐之心都没有。从张军的供述当中，大家渐渐看到了事情的全貌。张军表示，跟前妻离异之后，两个孩子的抚养权都归了他，他也很快跟王娟结了婚。可是婚后的生活呢，却是争吵不断，原因就是王娟并不待见这俩孩子。就是不待见，让我想办法把孩子弄走。我弄哪去了？而在这种争吵当中啊，年纪稍大的芳芳就成了王娟发泄的主要对象。只要心里不高兴了，芳芳就得当出气筒。有时候每天或者是两三天就是掐一下，骂的话那是不计其数。你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就事儿发生了就那个年纪。事实上，王娟对芳芳的虐待不止于打骂，还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折磨着年幼的芳芳。在家的时候呢，也不给孩子吃饱。而且呢，就是不让孩子进家门，让他在楼道写作业。休息的时候呢，也是让孩子在外面待着，晚上可能过了9点以后才让孩子回家睡觉。算算时间，芳芳与王娟相处已经1年多了，300多个日日夜夜，芳芳竟然就过着这种地狱般的生活。王娟的可恨之处已经不足以用语言来表达了，而同样可恨的其实还有张军。虽然他对芳芳的虐打并不多，可是他的漠视却助长了王娟虐待芳芳的嚣张气焰。对于王娟和张军这样的人，指责已经远远不够了，必须得让法律去惩罚他们，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很快，警方就对他们采取了强制措施。北京市房产区人民检察院也依法以涉嫌虐待罪对张军和王娟批准逮捕，并且向法院提起了公诉。只等着开庭审判了。而芳芳呢，只能说幸好啊，社区书记于海玲在看到芳芳的时候呢，及时发现了问题，从而让芳芳得以解救。否则的话呀，芳芳还不知道要在那个地狱般的家庭里煎熬多久呢。但是事情到这儿远远没有结束，因为接下来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就是往后这芳芳该去哪儿呢？应该由谁来照顾呢？牛奶加花生，大力扛小饿，一路牛奶花生，要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为了第一时间弥补芳芳的身体和心理上的创伤，多部门立刻联合行动起来。我们协调民政部门对孩子
进行一个临时的一个安置啊，对孩子到这个开辟绿色通道，然后到医院进行体检。针对检查出来的问题，医院及时对芳芳进行了治疗。一段时间之后，芳芳终于痊愈了。为了保证芳芳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和学习，芳芳被暂时送到了北京市房山区儿童福利院。在这里呢，每一个老师都尽最大的努力呵护着这个受伤的小女孩。她来的时候，她开始是有一点点，就是胆怯，可能会就是小心谨慎，就做什么说话做事都很小心。就是多注意一下他的情绪，生活上多照顾照顾他。哦，我们还是希望给他多一些关爱，让他能感受，至少能感受到这个世界还是有人爱他的。狂风暴雨可以将花朵摧残殆尽，可是温暖的阳光也能让花朵再一次在春天里绽放。大家欣喜地发现，在关爱当中，芳芳的笑容一天比一天多了。他特别爱笑，跟小朋友玩可好了，也知道谦让，然后也知道摔倒了也知道帮助他们。他会过来跟你说，老师你是不是累了，我帮你倒点水，说我很喜欢你啊，乐于表达。你每次他说话的时候都先笑。多可爱多懂事的孩子，这也反过来又一次说明王娟完全是在污蔑芳芳，她虐待孩子完全就是自己作恶，而不是芳芳不乖巧。好了，哎，事情说到这，似乎一切都已经有了很好的结局。可是，一直以来帮助芳芳的检察官李春玲呢，却仍然放心不下，因为他感觉到福利院对于芳芳来讲并不是最好的归宿，因为芳芳其实还有亲生母亲呢，亲情才应该是最好的陪伴。可是李春玲呢，又难免有些担心，担心什么呢？啊，因为他适不适合监护孩子，也是还需要的一些条件的。我们也不敢贸然地把孩子就是说这个交给这个母亲手里。是啊，说到这儿呢，的确是存在着很大的疑问，芳芳被虐待那么久了，她的亲生母亲到底知不知道啊，又为什么不管芳芳呢？事实上，警方早前呢就已经辗转联系上了芳芳的生母，她叫李佳。听说了芳芳的遭遇，李佳特别震惊。我打电话跟我说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当时处于懵的那种状态，你知道，我觉得不可能，虎毒不食子。可问题是，离婚一年多的时间，孩子在张军这儿，李家难道都不过问吗？对此李家给出了解释。就我们离完婚之后啊，他就相当于就跟失联了一样，把我们家所有人电话联系方式都拉黑了，把我电话也拉黑了，我联系不到他，我给他打电话也好，发信息也好，没有用。为什么双方到了这个地步？李佳说呢，其实他们当初离婚呢，就是因为张军背叛了婚姻，在外头跟王娟好上了，李佳气得不行，这才把孩子给了张军，自个儿回老家了。这俩人也彻底的撕破了脸。母亲可能是因为赌气，然后就是把这个两个孩子的抚养权，然后都交给了这个生父。不过离婚时，李佳也跟张军约定了，他可以随时跟孩子视频通话。可他怎么都没想到，分开之后啊，张军竟然翻脸就不认了。为此，李佳还特意来过北京，去过好几次。就是我，无论我是在外边敲门也好，怎么样也好，就是我看着灯它是亮的，就无论我怎么敲门，它不开。或许李佳怎么都想不到，在那扇他无法敲开的门背后，女儿正遭受着非人的对待。对于女儿的受伤，李佳也是心疼不已，更是表示她愿意把孩子接回到自己身边好好照顾。这么看来，李佳应该是可靠的，但是出于谨慎考虑，也是为了确保芳芳的权益，相关部门仍然觉得也得对李佳进行评估。更重要的是，和亲生母亲分开这么久了，芳芳又经受了另一个妈妈的伤害，她是不是能够立马接受这个妈妈呢？关注一下他们亲子之间的互动的这个部分，然后了解一下妈妈照料的意愿呀，照料的能力条件那些部分，看看孩子适不适合回到妈妈身边去生活。李佳很快就来到了北京，到福利院看望了芳芳。时隔许久，母女俩终于再见了。可是芳芳的态度啊，却让李佳心痛不已。我第一眼看见她的时候，我都不相信那是我闺女，特别呆，特别木讷。然后那天我从福利院见了他，就到我跟前了，他都不知道叫妈妈。
你就看他的眼睛，你就觉得他好像没有希望那种，好像就那种一潭死水的那种感觉。或许在受到伤害的那些日子里头，芳芳也曾经盼望妈妈来救救她，可是时间久了，芳芳也失望了，甚至在心里头默默地将亲生妈妈的模样给淡忘了。但是芳芳实在是个特别棒的孩子，经过李佳一段时间的陪伴，她对李佳的态度明显变了。她还给妈妈折了一个爱心折纸，这些都是她自己主动去做的，然后上面写上妈妈辛苦了。芳芳似乎是终于相信妈妈不会再离开她了，她终于可以放心地投入妈妈的怀抱了。最后芳芳表示想和妈妈在一起，然后后来就抓着我的手就哭，妈妈我想跟你回家。这可就太好了，相信回到生母的身边之后，芳芳心上的伤口定能够完全愈合，重新成为一个阳光健康的小姑娘。而为了从法律上确保两个孩子的权利，李佳做出了进一步行动，那就是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张军对孩子的监护权。2021年7月，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撤销了张军作为芳芳监护人的资格。一个月后，经过法院调解，张军也同意支付给芳芳抚养费，从而保障孩子未来的生活。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得补充个情况，那就是关于芳芳曾经就读的学校。其实芳芳受伤那么明显，于海玲一眼就能发现，难道天天看着芳芳的老师就没发现吗？所以对此呢，检察机关也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芳芳的老师其实早在几个月前就发现了芳芳的伤情，并且立即向学校汇报过。可是结果呢，反映给了学校的执行校长，执行校长也是询问过孩子的这种父亲，但是父亲说是孩子是自己烫伤的，然后这个学校就没有再追问这个情况了。做个假设啊，如果当时这位校长能够及时跟进，认真执行强制报告制度，那么芳芳早就得到了解救，不会受那么多的伤害。所以随后呢，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向相关的教育主管部门发出了检查建议，建议他们对没有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的相关责任人进行追责。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职能部门跟职能单位啊，要知道这个报告是义务，不报告要追责，把它用起来啊，就是让这项制度能够做到这个发挥它的这种生命力，织密全社会的未成年人保护网络，让这个未成年人免受侵害。制度的制定就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而相关部门的责任人必须得坚决执行，这才不会让制度成为一纸空文，这样才能够保证让孩子的利益得到真正的保护。最后的最后，当然得说说张军和王娟的这个判决结果了。北京市房山区法院一审判处王娟犯虐待罪，处有期徒刑一年；张军犯虐待罪，处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一年。这就是法律给出的最好答案。如果你不顾法律的底线，罔顾道德与亲情，肆意妄为，那么你就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而通过这件事儿，我们也看到，尽管有像张军和王娟这样极度不合格的父母，但也有更多关爱着孩子的人愿意为孩子去努力去付出。而且就在前不久，检察官李春林呢还专门去看望了芳芳，现在小姑娘长高了，胖了，生活得非常幸福，这下呢大家都可以放心了。而从法律层面上来讲，给予未成年人保护也越来越完善了，这将成为未成年人最强有力的后盾，给孩子们的成长保驾护航。您在家花生大力扛小饿，您录您在花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的发生的话呢，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各位观众再见。